Hello，呢个系西班牙嘅，就叫 Tin Fire 火山岛，OK，南边嘅陶群陶岛。咁啊，你睇下，上一落呢度附近，应该唔系好多居民，但系佢哋全部咧都系每一家人差唔多都有一两只骆驼。攞嚟做呢個駱駝隊咧，接送嗰啲遊客上去睇火山。咁其實只係收大約11磅，唔係11磅，11個 Euro。咁其實都幾 OK 嘅，因為可以騎成25分鐘。我哋咧就即係佢有一個人帶領。咁啊，前面嗰只咧就正話喺度發脾氣，聽講都幾惡下脾氣啊！咁啊，好彩我哋坐第二隻，但係佢每一隻駱駝咧都箍住個嘴啊，驚佢咬人。不過遊客賺遊客錢其實都好啊。正話 feel 到咧，雖然Ticket。Yeah yeah I got